们两个其实也有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怎么说？因为是他也是 TFBOYS， 所以他有同出。我们同出一个组合。在老 TF 不知道你在 TFBOYS 的那个版本。TFBOYS 的说出来。TF 老。你在那个版本里你是对应谁的位置？王源。对上了。我得看一看老了的王源什么样，是引以为戒，来警醒现在的自己。